在我们自认为很成熟的年纪，走到了人生的分岔路口。不管我们选择哪一条路，它都代表着我们的初心。在社会高速发展当下，顺应潮流可能会让我们乘风而起，也可能无所适从。放任自我，或勤奋坚持，这些都是我们面对人生的态度。我们会经历很多酸甜苦辣，些许风雨，或许遇见彩虹，这些都是我们对人生的选择。保持对生活的热爱，进入最自然的状态，奔赴下一场山海。